来，咱把衣服一换。中午太阳出来了，穿的羽绒服就有点热。抬手，抬手，这个手，手抬起来，坐下。这个、手抬起来，过来，过来到这儿来，过来，站住。喜欢穿衣服。走，拿。没事。拉开。我这个大大咧咧、毛毛糙糙这个毛病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。昨天晚上住了个酒店，一大早把车开到河对面的停车场，完了才发现又有东西落在酒店了。现在我带 Lucky 去取。其实那酒店跟我就隔了一条河，过了河就是，但是要绕一圈，要过一座桥。走 Lucky， 妈带你过桥去。咱们过河，但是不拆桥。Lucky， 走慢点。这会儿太阳出来了，啊，晒在身上暖暖的，走在河边可舒服了，小风也不凉。Lucky 这会儿把羽绒服脱了，我又给他换上那件红色的衣服了，他这会儿走得很开心。我说我现在在伦敦，你信吗？这个建筑我觉得真的很英式。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儿有一种英伦风。看到了一辆大拖挂，这好像是新花的那个新洲房车，辽宁的。我们俩刚刚顺着河走了一圈，哎呀，中午这太阳呀暖暖的，晒在身上特别舒服，我都出汗了。赶紧回去换件薄的，我现在要去跟七哥他们会合，因为他们的菜都在我车上，他俩已经没得吃了。七哥呀，你到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呀？你是在考验我这车的越野能力吗？这路好烂呀，我听见后面锅碗瓢勺噼里啪啦的，哎，一会儿到路平的地方，我要赶紧检查一下，啊，噼里扑通的里头。Lucky， 你还好吗 ？Lucky， 你还好吗？哎呀，我都受不了了。谁说旅行一定是美好的？这个，啊，这个路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这一段烂路还要多久啊？我估计我的轮胎可能都……哎呀，赶紧找一个平坦的地方，我要检查一下我的轮胎。哎呀，我从开到这车，我还没有走过这么烂的路呢，我都怕等会儿遇到哪个坑，车翻了，那我就……好大的土啊！踹，踹！我已经开了十几公里这样的路了，现在我的时速是十，每小时十公里，唉，受不了了！我要发怒了！现在有一点微操。检查一下，我的个妈耶，这个底下这床板又出来了。其实这床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检查一下这个抽屉，拉开让开。哎，
哦，还行还行，听见踢里扑通的，还行，都好着呢。下午5:30，我终于到了今天的驻车地。我的车门一打开就是一条河。花，来过来，梳毛来，过来。嗯，真乖，花还是跟我亲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不跟 Lucky 打架就更好了。别着急，我给花花梳完了给你梳啊，你先待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也没办法，不行也没办法。来梳个毛，你看你给你腿上都弄的啥啊？钻哪儿去了？钻哪儿去了？臭样子。你看你下来了， Lucky 就不能下来了。小花就喜欢跟着我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小花一看见我的车老远就跑过去迎接我。我想我了没？花，咱这这吧，录一下，咱们跟着。小花又去斗牛了，他对那头牛很好奇。Lucky 刚才也下来了，不过他胆子小，他只敢对着别人叫，不敢去跟前。花胆子比较大。这是我们今晚的露营地，那边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内蒙这边天黑的很早，但是亮的也很早。我每天5点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光大亮了。这边来了很多车，刚才有俩帅小伙儿跟我说，问我能不能在这露营，我说我才来的。好多牛啊。我这车从我接回来我还没爬上去过，我这会儿要爬上去。上来了，现在是我站在车顶上拍的啊。万一在遛小阿彪，我现在站在车顶上，说实话有点怕。其实我不恐高，但为什么我站在这车顶上我就是有点害怕呢？我腿有点发抖。